8月13日，超人气团体菲儿现身第9届漫画博览会，亲手献上由安庆亲手制作的漫画公开义卖。据悉，义卖所得将捐赠给弱势团体福利机构，用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内外兼具，我也希望为未来的目标，非常的具有气质。哇，真的是 Q 版的。我看一下。喜欢画画的阿庆也用他的童心影响亲密伴侣飞，并称赞飞的插画能力不输给他。飞则是调皮又害羞地说，自己只会在阿庆的画作上捣乱。大家不要看飞，感觉好像不太会画画的样子哦。因为像今天我画给那个送给漫博会那幅画啊，飞还特别帮我加了一个鹰钩鼻。他每次都从我嫌他的鼻子没有肉，我在旁边加了一个钩。菲儿刚刚结束新加坡的演唱会，随即又出席了今天在世贸二馆的年度漫画迷盛会。结束了今天的活动，菲儿又将马不停蹄地前往马来西亚等地继续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至于歌迷期待的新专辑，至少要等到明年了。对，巡演结束，对，那也谢谢大家关心了，因为我们最近一方面在忙这个世界巡演唱会，一方面也在忙我们的新专辑，大概在年底的时候会推出，所以也希望说到时候大家多支持 Eva 的好音乐。